温文尔雅，热情友善，只是高级强调伪装。你这有戏，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。您两位啊，气场，感谢您。就是喜欢花草，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，要让青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。他们要调查绿洲村，配合他们调查和大东经理，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，会不会惹祸呀？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？人家不要了。明白。这怎么做？我教给你。这款是榜样，走！我这里。